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。今次继电影梅艳芳同埋毒舌大状之后，这个剧集这个角色其实都是非常有挑战性，所以自己都很严阵以待啦，用了很多的时间好好地去 prep 啦。因为他是用一个全英文的对话，还有其实无论是演员定是团队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，所以自己是非常之兴奋啦、期待啦、有少少紧张啦，但是很开心的。今次是找了英文老师去帮我提升我的英语水平啦，另外又找了君豪哥去improve 我这个演技啦。而导演方面呢又是很犀利啦，是Evan Chan，他有拍过《一劫台北》啦，有拍过《初恋慢半拍》啦，而他刚刚都拍了一套呢我非常喜欢的电视剧，叫做Pachinko 弹珠人生的 Season 2。咁我自己係非常期待今次嘅合作啦，而另外男主角方面有張孝全啦，有個豐富演技嘅好演員啦，另外一位就係拉丁裔嘅男演員叫做 Mauricio Hanna。咁我係非常之期待我同兩位演員會有啲乜嘢火花啦。而今次其實某程度上係好多謝施南生小姐佢的推薦，因為其實當初在梅艷芳這部電影的時候，她都很支持我，也都很鼓勵我，感受到很多她的愛。而今次這個劇集的 showrunner 也都是 Nansen 的好朋友，所以他們在討論這個劇集的時候就推薦了我， Nansen 就推薦了我給這個 showrunner。所以自己是觉得是一个缘分咯，在当初认识去到今一个剧集，也都很多谢我的经理人啦，大家一起令到这件事发生，所以我都要加油好好努力啊，希望能够做好这个角色，可以给大家看到一个好的剧集。